左手右手都通用，整个设计又可爱又疗愈，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让我神清气爽，头胀真的翻来翻去都会睡不着。我用这个其实躺在床上，然后就觉得哇、哦、很舒服，就睡得很好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养发跟养我的脸。每天早上跟晚上我都会用喵星精，它是养发安眠神器，而且真的我用了它，我头皮的压力跟眼压跟整个皮肤的状态真的好很多。你看哦，这一排30支的 24K 黄金的金齿梳，它的每一个间隔都刚好可以让我的头发顺利的通过，这样子按完之后你不会刮一堆头发下来。它是做圆形顿顿的，所以它不会尖不会刺，而且它有做一个弧形，它可以贴合你的头皮的表面跟你脸部的线条还有你颈部，所以它几乎全身都可以用。上面这里有两颗眼睛，这个是电源，这个是温度，我们就先把电源打开。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LED， 然后它会发热，绿色的按键呢代表它是46度，再按一下它就会加热到50度哦。第一个模式它就是会有 LED 灯，然后会加热，然后再按一下它会震动，然后它震动的频率是1分钟8500次，我每次用完整个头皮的血都活起来，很舒服。第三个模式就是 LED 灯，然后加上这个震动，它有这个远红外线石墨烯的加热片，加热传导速度很快。有一个猫咪耳朵对我来讲很棒，是因为我的手可以放在这里很好握，左手右手都通用，整个设计又可爱又疗愈。我早上起来昏昏沉沉都还没有醒，我就会先用喵星机头顶这边开始做一点按摩，耳朵这边也附近也很多穴道，热热的它其实就很舒服。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让我神清气爽，头胀真的翻来翻去都会睡不着。我用这个其实躺在床上，然后就觉得哇、哦、很舒服，就睡得很好。头皮里面有很多的血管嘛，那你血路畅通活络了之后啊，除了拨通你的气节之外，你的头发也会因为这样而得到非常好的滋养。我有时候起来啊，这边会泡泡的，会水肿，我也会用喵星机来消除我的水肿，然后嘴边肉这边也很垂啊，往上拉一下就上去了，然后甚至你的肩颈这边也可以，手臂啊或者是你的大腿酸胀小腿什么都可以用，全身都可以用，你就用喵星机这样梳梳梳梳，然后 Z 字型的刮刮梳梳刮刮，然后这样来回，我的人生有了喵星机真的是幸福满点，活力满满。